近日，数千只候鸟飞抵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山新沙岛，在海滩上觅食，翩翩飞舞，场面壮观。其中有世界极度濒危珍稀鸟种勺嘴鹬。勺嘴鹬又名皮嘴鹬或狮嘴鹬，主要栖息于海岸与河口地区的浅滩与泥地上。觅食的时候，把勺状嘴探入到泥水中搅拌，左右摇晃着脑袋，用宽扁的嘴从水中过滤出食物。